半个小时后，也就是十一点左右，当杨玉井盖是封住的，并没有任何的异常，但是后来他就说，哦，海南那边有个朋友答应给我50万，你就到那里一起啊，就去把那个钱啊拿给你吧。我就说，你拿了钱呢就打给我就是的。后来他就说，拉到那边去玩两天了，你拿了你的钱感谢你吧。因为是黑黑的噻，七点多钟了又下雨噻，一个井盖上面就是报纸和纸壳啊，就是我踩的那个噻，我踩下去才知道噻，那个盖子就事先被他们已经拉开了噻。我就踩在那个纸壳上，他就使劲的把我一摁，发出很大的声音了，他喊一蹬就把我蹬个下去啊。我需要多一点镜头。我还是不明白，说到里面那天我就看了，那还没瞧到你们跟谁。那天晚上我没有睡一下，我总是睁大眼睛，我看四周都是黑黑的，但是我总是想，我只要是这样把头啊仰起来呀、啊，不到雪里面去呢，就不会撑死。这一节一节的衣服绳梯，让郭女士在生命系数极低的井底生存了下来，发出求救信号，并最终获救了。这段的视频大概4个小时，完整的记录了犯罪嫌疑人整个实施犯罪的一个完整的过程。按照我们从整个的视频来考虑，这个是应该是有策划。